三文鱼。嗯，太贵了。大辣根。老铁们喜欢就是吃这种奶香三文鱼鱼籽的，还喜欢蘸着那辣根吃的，嗯，太贵了。果冻之前是六盒，现在发七盒啊，然后收到果冻一周给客服反馈，客服给你第二张食谱，咱家客服一共是给两张食谱啊，第二张是你育儿吃出来的经验，给你们写的，然后就是大油大腻吃多了，血栓管麻辣烫你吃上就控制不住的，咱就搂果冻，吃完咱就拉出去啊。如果你就是说有小蜜比较严重，或者是说游泳圈啥的大的，你。直接咱就是吃果冻就可以，你不用按着吃不吃。如果你要说想这种，就是对自己的那个身体严格一点，你就是按着那个食谱吃啊，按着月儿给你的食谱吃。因为比较严重的，就是那个不通不畅的，这个玩儿那个玩儿的，你尽量少吃点。因为咱家这个果冻啊，它是那个纯酵素的，然后里边还有益生元，就对那个肠道啥的非常非常好。正常不用按食谱吃，你要吃一个月。也能达到这个到这个，如果要是按着食谱吃，吃完一个月，咱家最多的有这个加个蛋的啊，还有这个都非常非常管用啊，就是小红书下载楼梯啊。